成为访客，用心的治理整个国家。真庆幸当初我们有同心协力对抗恶势力，不被汉女爵牵制。对啊，而且爸爸也才能恢复健康，一直陪在我们身旁。很开心我们并没有因为遇到困难而退缩，而且还能一直生活在妈妈留给我们童话般的生活里。